的，有可能女生这个确实慢，你知道吗？加油！哎呦，哎呦，好，没浪费时间，还好，还好。加油！哦，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哇，有机会，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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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哇！哇！不是，我觉得这个。这个个子小也占优势，雨晴，你必须再挑战了，要不就第三了。这还有距离往上的空间吗？没了吧？如果你们想要挑战34.5是可以的，我们就按照50公分、50公分往后放啊，那可以。34.5，你只能35.5了。能行吗？试一下。能行。要不然你没意义啊。真的有点难，这一秒钟都不能浪费。试试吧。张真源挑战34.5米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妈呀！哇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！算的时间好，第一个跳了一下，对，是第一个跑过去的。你这个算的时间特别棒，是我卡的那个点。哇！这个游戏现在该怎么玩呢？没想到吧？跑道做短了吧？怎么办呢？好难啊！怎么办呢？咱们这样，咱们先去玩第二轮游戏，你们再挖宽50米，然后咱们再回来。现在34米没用了。34.5，还有人要来吗？36，白鹿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不会跑着跑着，我下次在这儿给你们拿的奶吧？这可怕了。内卷。5.5吧。好。35.5，来吧。有机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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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机会！加油，完全可以的！加油，完全可以的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冲冲冲冲冲！加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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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速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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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4名得了，这前2名有点太少了，太卷了，太卷了。那我想试试35.5。行。哇，这样浪吗？不给人活路是不是？35.5。